我是硕大甜美的龙眼，台南东山青农陈于美坚持土窑柴焙龙眼干，不仅自创品牌，还开发多种产品并外销。屏东养殖世家第三代姐妹用益生菌养泰国虾，让虾子洗 SPA。他们的一条龙服务如何拼出2000万年营收？放弃教职到非洲学做生意的香皂工厂老板张天耀，当时为何差点命丧黄泉？一场非洲历险得来的创业故事，请锁定本周日的《台湾真善美》。